掏枪、转枪、走队形，动作整齐划一。北一女乐一队和台北中正国中乐队再度受邀到奥地利参加中欧管乐节开幕演出，不少民众围观，拿手机相机拍不停。Mit Europe eines der größten Festivals für Blasmusik in Europa. Ganz besonders freut es uns, die First Girl begrüßen zu dürfen, denn mit ihrer Show ist das eine großartige Bereicherung für Mit Europe in Schladming. Herzlich willkommen.中欧管乐节是每年夏天在奥地利举办的音乐盛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30多个管乐队和一队参加。这些青少年管乐团和民俗乐团也展现出传统和现代的不同特色。学生这一次出来都觉得特别的兴奋，我想对于他们开拓国际视野，还有提高我们台湾跟台北市的这个知名度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台湾驻奥地利代表和秘书特别驱车到神列明，送水果替学生们加油打气，希望表演都能顺利举行。而透过活动，学生不仅能饱览当地景观和文化风情，同时也将台湾推广到国际。